飞钉轻轻重演皇后闭关。哇，轻轻，这个你个妹嚟噶，好靓女啊！咪玩啦，摆明系女啦，难怪你嘅佢索到咁，一啲都唔似四十几岁。早排翻嚟探亲兼过戏瘾嘅佢，寻日孖女女黄埔开完餐，有冇见过志伟啊？有冇问候我？唔系上次拍完之后，仲未佢打冚人一巴之后未见过。听讲佢冚咗人一巴嘛？听讲啫。你信唔信佢会咁？我唔信，可能佢系即系哎呀，即系嗰种话饮得就饮啊嘛。唔识佢，但系睇报纸好啲。听讲。系嘅，呢啲嘢使乜烦到你？做惯贤妻良母，闲时逛下超市扫货，你开心之余 ，fans 又开心。前晚呢位哥仔几 lucky， 可以同你合照啊！